重点是死角的地方啊，一定要把它清掉，才不会产生异味。手拿特制的长柄小镜子，仔细查看马桶四周内侧，就连细缝里的脏污都不放过。他是中油大直加油站的扫厕达人庄志宏，每天将公厕打扫得亮晶晶，供民众使用。特别是在疫情期间，更是让问讲方便的后收宅。在疫情期间，我们很多的驾驶平常可以到一些便利商店啊，或者卖场啊，但是在疫情期间，这些都是关闭，而且很多都不能进去，所以他们都跑到中油来，这是非常方便，也非常舒适，也非常好的。中油公司本身是国营事业，好，我们也要善尽企业责任。那所有都关了，我觉得我们中油就是不能关。消毒方面，好，我们也非常非常的加强。好，加强的部分，我们是有关设备的部分，好，我们有用次氯酸，还有75%的消毒酒精，好，这是必要的，也我们很乐意去做的。整间厕所不止干净明亮，更是一点臭味都闻不到。大直加油站不但连年获得北市环保局公厕评鉴特优奖，更荣获标杆奖荣誉，推广公厕文化不遗余力。公厕的精进的时候，我们就引进的，好，就是大家刚才有看到的免治马桶，好，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硬体上的一些的改善，就是明亮通风，无臭味。那是我们第二阶段的一个公厕的进进。那我们第三阶段就是我们11月19号那世界厕所日的，我们要消灾祈福。好，就是我们中油公司每一个阶段，我们对于我们的厕所、我们的公厕文化，我们都有一直在进进。响应11月19日联合国世界厕所日，台湾中油举办清扫公厕串联活动，未来也将持续提供安全清洁的公厕空间，成为问讲与民众方便的好地方。来中油，好方便，你方便，我来清，公厕亮晶晶。记者林希慧台北报道。